新闻深深红红。热情招呼叫卖，亲切的笑容在江小姐身上从来没有停过，完全不介意自己身体上的不便，每个礼拜五六日都会到中立夜市报到卖糖。就是这张照片，有网友直接拍下江小姐卖糖的背影 po 上网，希望大家捧场一下，果然引起热烈回响，因为曾去买过的客人都大赞说老板的笑容真的太暖了。都可以自己挑哦，没关系，慢慢拿。小小一个摊位上五六种糖果任君挑选，价位不同，江小姐也会不断的提醒，甚至招呼客人慢慢来，不让客人买的有压力。发烧黄疸，几岁？3岁。原来江小姐在3岁的时候，因为患有黄疸症，加上发高烧，导致身体变得不方便。家里还有一个60岁的老母亲，两个人住在一起，就靠这些微薄的收入为生。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就是台风天也要出来买。没关系。江小姐靠着乐观的心情，不管台风天、刮风下雨，照样摆摊卖糖。她会一直在中立夜市摆出招牌的灿烂笑容，迎接每位客人，让卖出去的糖果不止甜在嘴里，也甜进心里。记者林东镇寻亲，桃园报道。